这个矿石富集点，我不希望旁落他人之手。别给他们喘息之机。我穷尽了各种可能，最后得出我们战胜的概率接近于零。胡可答应我们加入北龙城，现在遇险不能见死不救。机会来了，无论出于何种目的，这都是一个非理性的糟糕选择。还没知道范蠡脱身。